这个我得砸一下子啊，呀，镇守呢，来来来，你给我把一下，用左手，右手呢？不是你把一下，用手把一下，不是，给我扶一下就行，用左手扶一下，右手呢？怕啥的？没事，我是两手一个腿，你把手放上就行，快点，快点，不用你了，啥也不是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二宝天天在吃的火腿肠啊，这一袋三种口味，30根啊，咱们今天给大家拍一单，发一袋30根，两袋60根，三袋90根，四袋120根，再来一袋五袋150根啊，一天吃一根，吃150天啊。然后呢，每一袋是三种口味啊，平常训犬遛弯半狗粮都行啊。来，咱们打一个看看啊。咱们说那个狗，首先咱们火腿肠狗爱不爱吃啊？咱先看咱家拿咱家二宝来测试啊，来看嘴断不断，对不对？来打开以后看，对不对？也不掉渣，看二宝特别爱吃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，哎，而且是拍一单发五袋啊，然后一天吃一根的话吃150天，一天吃两根的话还吃75天呢，是不是？哎，来二宝转一圈，二宝转一圈，好坐，你看这儿没了，下完牛肉下单。